有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么夸张，夸张哎！哦，我一定要把它查了。那城市雕刻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到台南，那听说这边有个排水沟，然后离市区非常近，然后呢也是目标鱼是海莲。南部今天我觉得特别热情 ，I love 台南。看一下现在台南几度？台南今天才31度而已。台南加油好吗？不过我们大家就来试试看吧。那今天准备的话，会准备卵虫跟鸡头钩。OK， 那就这样 ，Let's go。哟，我干 ，lucky 啊！哦，有了，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，终于有了！怎么办？一直脱钩啊，这边已经跳山脱山，有咬，但是其实蛮花的。那等一下的时候会往前看。现在呢，根据我们这边热心的路人指点，他说我在这边找到第三颗石头。这边是摇滚派对啊，吼吼，有了吼，有了吼，有了吼，来看一下这边的在地名产海莲呐，哦，有点高，在地的名产海莲呐，哎咻。大概25以上啊，因为这边还是有高低低落差，所以呢，要么你就是真的完全打进去，要么你就是让它自动脱钩会比较好。有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有了，瞬间就整个爆冲了。哎呦，很大只呢。哦，干温。啊，你看一条鱼啊，做这个。哎呀，我带你去那边看卖。我看咧，你抱抱就是遐个岛咯。我带你去边看，我去看卖好啊。对，遐个正个去水两公里啊。好啊，我来看卖一下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台南人，热情。哦。对啊，看这一条。哇，夭壽哦！看到没有，台南的特殊景色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人家说，海莲又叫什么干干莲，是不是？哦，一个路上，我都被干翻了。那这边就是所谓的神秘圆柱体，一定要站上去。你才丢得到，才看得到。你看，这么夸张，夸张哎！可是现在是小的，刚刚我不是超大。小心哎！OK， 钓鱼霸，霸起来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噔，取腰，还是感谢一下在地的，好玩好玩好玩。然后说这是算小的吗？小朋友？
这边常见，平常有这些是这样。平常就是这那这边最大，你说有两只拖鞋，两只拖鞋应该50公分以上了，差不多，夸张。OK， 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往外丢一点啊，好，往外丢一点可能会更大，没问题。算去。好凶啊！哇！太快了吧！小雨爸，爸起来。就是啊，对啊，这个是海莲啊，海莲啊，没有啊，这边太多了，是这边太多了，就是那个对，这边很多。有个小的哦，你又跟他放生了？对啊，就是没有吃啦，对啊，是钓好玩的。看到没有？今天超开心的，一路上呢就是几个路人聊天嘛。所以可见台南人第一个最重要的注重的是什么？孝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一下，我边钓边想着爸妈，我边钓边觉得台南人特别热情，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，真的太可怕了。那这个钓点到时候也会公布，然后一下给大家。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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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